真错，当在错。罗杰直布，罗杰直布。沙家当，沙家当。上出身呢，上出身呢。帮我们家，帮我们家。金巴南杰，金巴南杰。大德音，大德音。大金星，大金星。特送杰作。特送杰作。当时的。特送杰作。特送杰作。送酒送。送酒送。扛得了塔机。扛得了塔机。坐等下。坐等下。多尔纳国森。多尔纳国森。给我这。给我这。没给我了，没给完，你没家，你没家。嗯，接下来请跟着我用中文念：稀有三宝三昧耶，稀有三宝三昧耶，金勤断过修功德。抄写读诵行供师，持戒并且断邪见，三种佛身三昧耶，安住直彻无缘空，不断依止生明点，住于远离破例境，见修行之三昧耶，因观心性无凭依，护持无散正念成，奉持应时之行为，积道果之三昧耶，遣除迷乱习气垢，精勤实善道法行，自心与佛法相契，五种性之三昧耶，金刚临处与手印，菩提心皆不可舍，常行四种布施事，三圣生缘融通受，随化方便利众生，总之三门修善法，且不涉入不善行。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他们还没有念完。你妈的，刚才他整个东西啊，老能过上几万的，过上几万，老能过上几万的，几万块的。心经他的嘎巴的得了他的第二页心经他的如果是容易出口说让他的你的第二页你这种心啊心经嘎巴的这个心你他们第二页的路路心里第二页我如果是多人的唱啊对你的妈妈就把天明白了。刚才五种性之三昧耶最后有提到随化方便利众生，总之三门修善法，所谓的善法指的是什么呢？应该要晓得善恶的法的区别，凡是一切为了谋求他人快乐与安乐的方便都是善法，凡是会导致他人损恼痛苦身体嗔心等的相关事物都是不善法。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谋求的是他人的幸福快乐，内心拥有慈悲的话，则展现于外的一切行为都将不涉入非法心。嗯，把心经上面的苹果上面落在这块地上的，这里当然不要人生重要的对象的大长期上面的然后找到了我们人把他啊你看他红果我想不能往后因为一个红的人就把这样的那一个红果的那个一个苹果上面的人上厕所吐槽了这些当我们专注的思维应当饶益众生这样子的理念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所思所做所作都成为善法这个时候就把握了佛的种子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观想额头有佛的生种子嗡字喉咙有阿字心间有哄字这个时候我们以专注利他的心观想哄字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上面不断的思维利他那我们就掌握了佛意的种子Om Ah Hong Om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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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观想一切法空在空性的境界当中诸位弟子一刹那转变成为法身普贤王如来本质本质与本极尽愤怒诸尊是无有差别的是圆满如此明观如此的明观观想从心间照射出光芒照向一切三世圣者诸佛极尽愤怒的一切圣众将他们的心意精华总集为一以千佛金轮的形象都是总集起来而这样子的千佛金轮在心间照向一切处引起传承根本上师本尊圣众空行极尽愤怒的广大浩瀚圣众乃至于空护法神守护神等就像是暴风雪一般纷纷融入心间的千佛金轮当中非常温暖满满的安住着所以说我们也拿好的东西我们也拿所以现在我们都拿好的东西我们也拿好的东西如果你不晓得心间的千佛法轮怎么观你就想着心间有一个转经轮这样子也可以小小的转经轮那个样子Mm-hmm.
天那个德班就那么没就没去，一谈过了啊，再过谈就要到了，他们这边再过人家送到了的，现在到跟你爸不能出发的，如果到新马门也再过人家送到了就算了算了，你说说我成不了都得到三处成不了都，真到下不了的啊。接下来请大家把自己的眼睛睁开，看着前方的唐卡的法相，你应当要认识这个法相的展现，实际上也是如同彩虹一般的明而空的，而且它具足的一切威力，一切的威德。当你安住在这个当中的时候，见到心的则你的心的自相就成为了菩提心的自相。在观想的时候，应该要具足二种菩提心来观想，一个是世俗菩提心，一个是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结合着佛身形象的观想的，当你在做观想的时候，你可以把佛身观想的非常的多，大的就像是虚空一样尽虚空际，小的就像是芥子，就像是芝麻般大小，非常的微细，它的数量极其众多，就像是众生无量一样啊，在每一个如同太阳一般放射出光芒的佛身啊，这个当中放射出的一一毫光，又有一一的佛陀，你这样子带着慈心跟悲心来做观想，叫做世俗菩提心。而圣意菩提心则是你认识到众生的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就是我们与佛陀之间的联系，不离于如此的佛的本质，这个是圣意菩提心的观想。那就是讲的是骆驼，一节不过。那是，这一段是像坛城头花，我们想着双手合掌像，一节不过了。我们想着双手合掌，手中持花，像坛城。那就一节不了。啊，什么节送香的？戒喇嘛。戒喇嘛。谢赤。谢赤。喇措那姆。喇措那姆。文内达当你没讲也没讲巴德马雷都被这达当沙当香蕉切这娃刚有拉当这扎得擦咋地擦变杂货。观想着我们手中持花向坛城做投掷，跟着念诵中文，戒上师即分诸天众，与我向来无分别，后受无名分别障。今为面见天尊故，愿遇有缘之本尊。扎地扎边扎后，可能大概你们讲起呢，当然是成绩是多的，大概你就把这，人家的话就买了多贵的，买了把卡里的，大从大的大进你，大进你进的。大家你的屋上面，大家人生当中的那种道理，
反正只能那种多了，大家。